今天难得有空啊，把这个 pallet 啊拆下来，然后用这个木头做一个简单的木架。去年的话，这个火龙果都是乱长，现在就把这个火龙果做个支架，这就把它撑起来，它撑起来，它就有规律了。希望能长出几颗出来。就算那么乱，去年也长了两个。你们吃了吗？吃了，还挺好 的，这个品种还挺好的，红心的。红心的好。希望今年能接受很多，大家能吃一下。第一步就是把这个 pallet 拆出来了，工具反正也不太齐全，都是一些小工具，来试试能不能整出来。开始吧。这些刚好劈成了两半，刚好可以做这个框框。然后有一些是坏掉了，像这些，像这些都劈裂了，或者有一些根本没有喷。然后这个我就会把它对半切开，然后把它钉成一个框。干这种活要特别小心，这种安全啊，我戴了手套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但是这个手套也不太好的，好的是那种木头的那个刺不进去的，然后另外的话，鞋要穿好，穿那种劳保鞋，硬一点的，各方面都要保护一下，因为有些意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。刚才的话，我就是敲的，棒敲到这里了，痛死我了，应该有点轻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步了。这是简单的锯东西啊，所以一看就是不专业的，这个工具都是不专业的。因为在美国你要买这些工具特别多啊，也不是那么贵，买一些电锯啊啥的，很快啪啪啪。因为我这里也没多少活嘛，所以就几块钱买了一点。这个钉子太粗了，这个钉应该就比较合适，又长又没那么粗。
有点变形了，扭曲了。不要这么完美喽！以功能为主啊，美观其次啊。这个是边做边想啊，所以啊没头绪，做到哪是哪。然后刚才你看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刚才不是做了一个框嘛，一框我要这样撑起来，那我需要一个支架。这个支架呢，我现在叫做就是这种的，这种一根呢不太短。两根呢又太高，所以我就想两根一样粗的话，我得两边钉，而且上面就会太重。那所以我就先想就是两根这样，然后中间夹的，我这样把它给钉起来，把它钉起来。钉起来的话，那个架就在这个高度，这个架就很大，就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样做吧。废物利用啊，刚才取下来那些钉都能用，就是一边干活一边喝酒，纯粹就是不正经干活。下面还不好固定，好固定，那个要歪弯，因为你这个在中间，要得种在旁边。我就说你肯定是中。这个你肯定是中啊。别人是拿个水泥，你拿个什么？放两块石头。不是，你也可以那个这边钉两块这个板啊。钉两块这么宽的就可以了。你钉两块板吧。然后，稍微，你也要压到这么多嘛。对，那个泥不多，那个盆的泥不多。这个弄齐。弄齐干嘛？不是我弄齐，我要钉一下这个脚，这样更稳，这样钉一下。你钉很稳了，可以了。嗯，不会很稳的。这个我再撬出来，再钉，我再钉两个地方。水泥，看用水泥，啊、哦，其实不一定水泥，放一块那种砖头，这个砖好吧？这里还有两块砖嘛？
说那怎么我没孔啊，不好弄啊，肯定是要弄，就是那个水泥砖是最好。所以那就是砖嘛，就是你去买个方的砖。最终这个架子做好了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一下来，然后在这边等一下固定，然后同时我又做了第二个，因为刚好靠墙，固定的方式就不一样了，就这样钉在这个架子上，所以就两个钉牌了。希望到时候这上面能接起这个火龙果出来。它这个就这样上，然后缠着这个上来，然后这样它会打开张开，这样张开，然后果就可以接在这下面，期待着那一天啊。